种。啊，过要种几呾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，拢好，再见。蟹花羹好吃，煮汤煮面煮火锅，可以煎出水菜肉，可以做好菜汤。来来干嘛来？这样嘛？对，讲完了，赶快来吃吧。要点色茶。这里有你穿的，穿的。哈哈哈。那个是你双流已经明白，啊，是纯香。那个那个。一两二三，我早就卖一份正大份出去啊！哎，哪有大型鸡种跟小型鸡种而已啦，哪有养的比较久？我养最久啦，啊，这我都挂起一包哦，啊，卖卖猪卖蟹卖同哦，天天懂。
像个海螺啊，伊要百五给一百。